我有办法了。哦，是吗？听着，在危机时刻，我们需要一位超级熊猫。想太多，遭雷劈！我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傻大个，谁怕？为妈妈而战！我亲爱的熊猫祖先们，我们种族正面临灭绝的危险，千万别跑散了。女主准备好了吗？我叫狄仁杰，你就叫我功夫子。你俩长得一样一样的，我以为我这么帅已经绝版了。好的，妈妈，森林之王来喽！别忘了，你不是一个人。美女，别生气，我请你吃饭。